真的冲上云霄，强夺穿山盘旋改高速公路。中国面积近千万平方公里，北到南、东到西的地形多变，显现在公共建设上就常创下逆天工程。这条位于四川中南部的雅西高速公路全长240公里，但令人惊奇的是，其中一段腊八金特大桥桥底至桥面最高落差竟达220公尺，也因此该路段获得云端上的高速公路美称。这座大桥全长1106公尺，换算下来约70层楼高，堪称最恐怖的高低差。以台湾的五羊高架来比较，高低差30公尺，约10层楼高，差了7倍以上。之前也有妇女开上五羊高架后觉得太害怕而停在路肩求救。不少网友也好奇，开车上去的感觉会不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呢？